是 Iverson Cup， 但是是右耳。陈可妮碰撞造成了大胜的犯规，大胜高举右手就是我。哦，这个时候是辛巴倒在地上了。这可能是陈可妮啊，在被犯规的时候啊，他的手肘应该是左手肘可能挥到了辛巴，是因为出手前是大胜犯规的。先来看这个传统的镜头，是大胜先拍到手之后，但是陈可妮用他的左手去护球的动作，还是手肘打到了辛巴，我真的太高了，因为他的身高高人家二三十公分，所以刚才其实陈可妮的动作看起来并不是蓄意的，只是一个被这个犯规之后啊的一个动作，但是因为刚好辛巴比较高，所以这个地方碰撞的地方并不在身上，而是在脸上。是，你可以看到，可以把这个将近两百三。